阿 K 桑，他其实有点像洪七公，就老顽童，嘻嘻哈哈，但是功力深厚。但是呢，他又跟洪七公又有一点区别的，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些成本，那跟洪七公又不太像。我思来想去，扫地僧最好。你们看到阿 K 桑到广场跟大妈一起跳舞吗？哦，我看了那个，看到了，我也看了，我也看了。哇哦！还有每天在那个公园里跑步、做俯卧撑，哇，太厉害了。不错，哇哦，respect。